上来就是在一起，但人们总是把我们切分离，虽然隔着整条吐司的距离，但总有一天我会遇见你。时间有时候走得太急，无论你去到哪里我都听你到底，就像棉花糖淋上巧克力，坐上吐司我们一起环游世界去。Happy together， 兄弟姐妹家人朋友当然还有你。